湾自行车后萧美玉，亚运空手道金牌文姿云，跨界登上时尚品牌伸展台，搭配 DJ Remix 音乐以及绚丽灯光，展现不同于竞技场上的风貌。熟练台步以及灿烂笑容，气势十足。但这可是两人 catwalk 的处女秀哦。之后他就教我们，你们要走到哪里停下来，要摆什么姿势。之后到最后另外一个人到位之后，后来两个人再怎样，之后后来到最后就互相提醒一下对方。非常的紧张，就是也是就是走秀的处女秀。毕竟已经征战过无数比赛，伸展台小 case 而已。重要的是喊出“前进里约，备战东京”口号，加上亚特兰大奥运金牌战靴加持，期许萧美玉能在七月的里约奥运齐力夺金。至于文姿云，展望2020东京奥运，希望金牌手到擒来。教练规划是五月初的时候，我们上去一地，一地一个月之后下来，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再去澳洲墨尔本参加就是比赛，哎，回来之后就前往里约。我对就是我们2020年的奥运很有希望，那我自己也有在很极力的在准备，我持续都有一直在训练，然后跟参加国际赛。运动结合时尚，在专业技能跟选手积极求胜的企图心不谋而合。透过两位金牌女将萧美玉、文姿云的展示，更增添独特意义。带着国内各界满满祝福，预祝两人在未来赛事中再创佳绩。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